耶！我的商店盖在后面，很漂亮吧？对吧？超美的！耶，阿盼，一定，锵锵锵！耶，博物馆也开幕了，太好了！哦，入馆是免费的，它的经费到底从哪里来的？这些动物们上面的那些政府机构到底长什么样我实在是太在意了，怎么了？好哈，哦，可以改造喽。好哦。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，首先呢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阿盼。诶，我以为阿盼会去住小木屋之类的。哎，阿盼，你穿的什么 Aloha T 恤呢？哇，阿盼的这个笑脸也太可爱了吧，猫猫。然后阿盼旁边这边呢，这一间是住七七，再来这里是小桃，就期待他们搬进来了。那再来呢，我要做什么？哎，这不是八列吗？嗨，没错哦。哎，吵死了，有个蚊子一直在旁边。嘿，好，理想社区的参考。好啊，没问题，吵死了，那蚊子太吵了，好想一巴掌把它扒下去哦。哦，这样子呢，下次我们也可以去巴列岛玩了。我们来看看今天狸猫商店卖了什么东西哦。糟糕，卖的东西我都兴趣缺缺，这些，我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哦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太好了，红色的泳衣，红色的雨伞。结果把我弟的账号也都改成红色的吗？红彤彤的岛，嗨，我来体验 DIY 改造了。嗯哼，好哦，体验改造，对，我要试试看哦，赶快赶快，我记得他会送我很多改造工具，对不对？嗯哼，好啊，木质衣柜。哎，不是吧？你应该直接送我一个木质衣柜，这样我还要去砍柴哎。哎呦，好了，来砍柴吧。真的是，哎，怎么了？怎样？哦吼，嗯哼，所以，嗯哼，你要给我什么？垃圾桶？人孔盖？好啊，我在岛上装个人孔盖，阿盼就会超开心的，是不是？既然火鸟都这样子讲了，我就把这个装在阿盼他家前面吧，让他，一走出门口就有一个 surprise 哦，哎，你们看博物馆，哈，从外面看它就只有这么一丁点大小，里面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哦。哈哈哈，哆啦 A 梦的四次元口袋，进去空间突然
爆大。耶、yeah, ，又捡到东西了，壁挂式蜡烛也好。我现在房间没有什么壁挂物、啊，游戏初期就是不停的砍柴、挖石头，是非常惬意的无人岛生活。应该吧。来，我们先来做衣柜。再来改造，赶快赶快给我，最好给我50个。嗯，因为我现在的房子好像比较适合这个颜色，对不对？就这个了。第一次做居然不能加速，哈哈。哦，其实我家本来就有一个捡到的东方风衣柜哦，哦，它也算矮柜了。嗯，那要摆在哪？有卫生纸。摆这里好了，卫生纸放这里，然后这个 Switch 就可以放在上面了。要玩的时候还拿不到。然后刚刚摇到的壁挂式蜡烛就点在这边吧，希望不会烧到袜子。那再来呢，我们来用尼克给我们的这个栅栏呢。好，哈哈，不用白不用，火鸟家我也围一下。哎呦，你家跟这个颜色的栅栏还蛮合的哦。那我要参加典礼。哦，啊对哦，还有桥，那我们先来参加桥的吧。哇，阿盼也在耶！天啊，阿盼好鲜艳哦。阿一站的那个位置好荒凉啊。耶！Yeah! 拍手拍手。啊哈！太棒了，耶、yeah ！好、哦。嗯。咚！开心哇，阿盼好可爱。可惜。另外两个岛民还来不及参与哦。啊哈，很赶呢。这个岛现在就只有这些人而已，他就在这边开博物馆。嗯哼。拍手拍手。哦，我要再讲一句话，为什么刚才桥那边我不能讲？真是可喜可贺。棒。哎呦，大家都好可爱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我们可以送东西给他们了。
我来想一下，我要送什么给火鸟？那阿姨呢？阿姨也可以送礼物了吗？哦，阿姨在 DIY，你看起来很忙哦。沙滩地板，好棒哦！赶 快教教我。好，先来学一下。耶！我们聊一下啊、哦。嗯哼，超有型的，超赞的。这样阿姨跟火鸟，我们都可以送她东西了。感觉可以好好的来帮他们布置一下、哦，他们的家真的是太单调了。那要布置的话呢，首先我想要送他们音响，我要做积木音响给他们。反正我的软木头很多嘛，他们的房子都没有音乐、哦，会有点无趣。所以呢，把这些软木材拿出来，然后积木音响好像需要铁矿石吧，你拿出来。再把它们改造成属于它们的颜色、哦。火鸟房间的颜色比较好搞定哦，因为它就是这个颜色嘛，鲜艳色，这个就很火鸟的颜色。那阿姨呢？阿姨比较难一点哦。给阿姨彩色吗？自然色好了，就这样原本的样子送给阿姨。因为阿姨她家里的家具目前好像就是普通的木头色嘛，所以我就不再另外改造，让她家里看起来可以整体一点了。火鸟，火鸟，我要送你，赶快，你要这个吗？这个，拿去。对，是积木音响哦，很开心吧？对吧？这样你家才会更热、哦。先，这不是你身上穿的那一件吗？啊哈，那我也来穿一下好了。哦，一黑一白的意思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穿这个也太好笑了吧！哦，火鸟送一件衣服要我跟他就是搭情侣装哦。好，那我来看看阿姨，送给阿姨。哎，阿姨，对哦，我很喜欢你家哦。阿姨的床这个睡袋，天啊，我好想送她一个床，把睡袋盖掉。来，这个积木音响送给你啊。对，没错。啊哈！赶快用哦！哦哦，阿姨送的东西好实用啊！好，谢谢阿姨。仙人掌组合摆在户外还是室内都很好哎，就放在这里好了，七七的家。好看。哎，请在这边乱盖栅栏。好了，这座岛越来越有个样子了，对吧？这样子呢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博物馆里面现在有什么东西哦。剪彩完马上睡着。哎呀，哦，不是马上就有。哈哈，看来我们还是要经过一个特定的点才会开放美术馆。我以为是改版之后就会直接有了。哎，有洛兰哎，嗨，好开心哦！我要买，我要买，我要看会拿到什么，我就看你今天卖的有多不可思议啊！地板，地板，给我地板，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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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地摊三种我也都要买哦。算是好的地摊。耶，我们等下可以再来换一个兑换券哦。兑换券的话呢，我想要换那个壁纸。壁纸好像，比较可以期待一点。来看看我拿到了什么，好像是地层的壁纸，又是咖啡色的，红树林墙。哦，好吧，这个可以，就是树木色嘛。停车场地板，这个就不是很搭哎。我们还是先使用这个自然风的好了。那我们来试一下刚拿到哪些地毯。哦哦哦，哦，真不是菜呢，有个不搭的啦。这个蓝色好像还可以，就直接铺在这里。哦，还不错。但是这个放了是不是？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大的地毯。长什么样子？哦，好，看来呢，我们可以先来用这个中型的地毯。哈哈，这袜子挂在树上的感觉。好，这个快乐家协会要给我满分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期待下个星期天哦。好的，那这一天呢，看来又可以平安的度过啦。巴列岛呢？应该今天就先不过去了。那明天呢？阿盼就会正式住进来。那接下来呢？应该是七七吧？七七就会跟着，开始搬进来准备。我们再来等七七跟小桃搬进来，看岛上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。因为我自己也忘记有什么事可以做了。欸，阿盼这个房子是怎么一回事？你看我走过去都会有红土飞起来，哎呦，鞋底也都脏了。你看我的鞋底，哦，阿盼，我看你不用扫了，你这个房间怎么扫都不会扫干净的，放弃吧，不要再扫了。你这个怎么扫都是长这个样子啊，哈，不要做无谓的挣扎，真的，真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